中的学校来跟各位小六的同学致欢迎，很欢迎你们迈向下一个阶段到国中来。好，那校长也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国中都准备好了，迎接大家的到来。那像你们青海国中呢，我们有英文读者剧场，我们有作文的这个比赛，还有单字的这个比赛的加强，还有读书的这个社团，另外也有体育的社团，像田径、像篮球，等等等这些，我们准备了很多精彩丰富的这个课程，等待各位毕业生进来之后，继续的接受挑战，继续的学习。好，那我刚刚看到各位进来的时候啊，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准备表演，还有就是你们的表现，真的是好像校长所说的，大秀。都优秀。那我们国中的部分，青海国中准备了很多的丰富的旅程在等待大家，还有每天都有电话的午餐，冠军午餐等待大家。那我相信只要你们之后持续的去保有一颗学习的热情，那你的未来在国中的阶段一定能够持续的发光。台中市清水区大秀国民小学校长。